是解决这个跨境电商商户的对于时效的这种要求啊，第二呢是集约化平台之后呢，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物流大大的这个降低成本啊，降本增效。那以后通过这个集平中心往直接走山东那边的话，以后可能贸易方面更加便利，那便利起来呢，那个周转率比较高起来吧，那以后可能会贸易量会增加起来。